第六章实习单元一，小孔使用材料75×75×9mm 材料一块，使用工具前台五钳、平板、脚板、平锉、脚尺，有没有高度规？有没有卡尺？专传五钳、快7.8mm 钻头、快8mm 角刀、中心冲、手锤、锯条、锯架、螺丝钩扳手、细平锉、油尺。工作程序一：检查材料。使用游标卡尺检查材料尺寸是否正确，检视外观有无瑕疵。过胶基准边，过胶基准面 A， 并用标准检查是否错别。相同的方法塑胶基准面 B， 并用脚趾检查是否错平，并以基准面 A 垂直。画线一，第二章画线之步骤一，图画线。画线完毕，使用游标卡尺检查是否正确。工作步骤四：画线，一图画线，两面均需画线。画线完毕，使用游标卡尺检查是否正确。一图画出16、56、72三条线，继续画线。工作步骤五：画线，一图画线，两面均需画线。画线完毕，使用游标卡尺检查是否正确。一图画出16、56、72三条垂直线。工作程序六：打中心孔，于钻孔处支焦点打中心孔。中心孔如有偏离，应朝反方向加以修正。钻孔。注意钻头直径越小，应提高转速；钻头直径大，转速则越慢。弓箭置于专传虎前，使用专传钻头，依序钻出歪三导孔与歪7.8孔。
工作程序八，小孔。小孔时使用低转速大进刀。小刀置于施工扳手或使用钻船角削。角削时应保持垂直。角削时角刀不可逆转。角削时应加切削油、机油或施工油。错销外径尺寸，错销 A 基准边以对边的尺寸72.20×71.8到72.2，错销 B 基准边以对边之尺寸72.20×71.8到72.2。错销大平面，工作程序时修整毛边，使用导角刀将孔边的毛边去除，使用细锉或油尺修整弓箭凸起之毛边，检查各部位尺寸及公差，检查无误，完成小孔以外径加工。